现在把我的生命和我的心已经捡倒回来了，我对现在去要继续来做上人的好弟子，生生世世对上人的脚步做主席。我今天在这里要向上人来发愿，请上人给我祝福，那就是我这个病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医生研究出可以治疗的病，所以我发愿我要做无以良师大医王们，用我的身体做进一步的病理解剖，来造来使全球得到这个病的人少受病痛的折磨。看到了两位呢生命的勇者，他们呢虽然身体有病啊，不管医师怎么说，他还是呢很勇敢，也有出来呀。巴金森实在呢举动很不方便，他也花心立愿呐，他要把他的身体，就是交给我们的慈大医学，当无以良师，期待他现在呢，也先有以无意啊，可以表达，所以呢，从能表达语言呐、啊，到了最后呢，化无用为大用，让他们去做研究哈、哦，这也是功德无量啊，要不然的话。一天过一天减一天，生死不要怕，再生我们活着啦，把握时间，利用生命还可以动还可以用，我们叫用告本，似乎今晚也要用告本啊，所以我要分秒不空过，这要把握时间，利用生命，可做我们就要做，难得人生来一趟，对人生有意义的一定呢要让它完成，我们难得呢生命不孤单，你拿不出来组织没有投入了，只不过是一个家庭，孤单的来最后还是要孤单的去哦。可是呢，我们有做慈济，投入了永恒的菩萨大家庭，我们转世成智，应该按师父讲，专心行地，轻轻一点，你们就有很丰富的法在心中。那个心是烦恼，地我们呢？把那个烦恼的种子转成了清净无染的菩萨智慧，这个智慧的种子归纳进了我们的第八识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就是这一粒种子是多少恶多少善都是随了种子去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脑力真正的很美妙的脑意啦，让他的脑的记忆、哦、让他再活跃一下，这心脑秋脑啦爱活动，看到一群呐、啊、老菩萨，那你们呢也挑了七节之那段吼，三十七组毒品上困难，看，因吼拢无漏掉一个字，也都很整齐，我就很赞叹啦。
看看，这也是年纪都很大哦，但是呢，他的手是加溜了，很利落的。哎，大概几每一个字啦，都背得上来，跟得上，记得住。这心靠啦，心态、肢体啦，都是同时并用。真的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字清清楚楚，每一句呢都是法，所以心口意念呐、啊、都很平静，很期待啦、啊。不只是为了让师父看一看欢喜，我要跟您讲哦。要让师父真欢喜，就是法爱入心，这种慧命增长才是真的哦。这是师父爱大家啦，利用了这样的岁末祝福，三十七住道品呐、啊，是我们修行进入佛法的基础。从四念处是正勤数如意足开始，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，一条条的法都是教导我们很有深度的。他有谈天文，也有说地理，还有教我们人如何处事对人，最后都是呢在三十七主导品，我都有说过，期待把这样的这个很完整修行的基础，作为慈济人共修道场。既然有法度啦，这里家艰巨的困难度的，所以呢都那样的利落的表达出来，相信你们一定要长期印力啦，每一个字啦不要落掉，随时呢任何一段都可以唱得出来，都记得里面所有的教法，来得高法啦、啊，都要记掉。那安尼呢，才是慧命智慧的生命啦、啊，这是真正精进起来。亚那婆呢，昔日已过啊，是名誉随减哦，随着日过去呢，咱的生命过一天减一天。弟子虔诚向上人发愿，我观那颗初发心，佛心是自性解心，如是我闻，如是我知，如是我是，如是我行。上人，我们永远需要你。十七住道品呢，这每一行都是对我们修行起心动念呐、啊，开智慧、修福，都是帮助很大，行菩萨道的基础。但愿人人永远永远呐、啊，都是走入菩萨道，永恒不退。祝福大家，菩萨的带爱呢，一旦包容地球村，慈济已经啊步步前进，期待
你我同时发心，这转法轮呐、啊，一个人转不起，要大家一起转哈、哦。那要常住，是大家生生世世，你们的下一代也不断传，才能常住世间。各位菩萨，法轮常转，打从内心祝福你们新年诸事如意啦，事事如意啊，日日健康，家家平安，祝福大家。